新北市教育局在辅仁大学举办全市国高中校长会议，提出了四大 AI 人才培育的目标，并且和大学携手倡议要共同培育未来的 AI 人才。会中邀请 AI 领域大师与校长专业对话，擘画未来的教育蓝图。请按钮，打造 AI 领导力，共创 AI 新校园。有鉴于 AI 的发展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改变，新北市教育局这次特别以 AI 为主题，在辅仁大学召开国高中校长会议，透过 AI 的运用协助学校发展。AI 会带来很多巨大的革命跟未来的趋势。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减轻学校的一些行政的负担，用 AI、用大数据、用我们的数位化，能够帮助学校能够行政减量，能够让做事更有效率，把心思可以放在学生的辅导跟关怀。所以我想 AI 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，可以帮助学校来发展。想要培育出未来的 AI 人才，校长必须自己要先有 AI 的思维。透过集结新北市国高中的校长，以及和大学共同携手倡议，希望实践资源共享。要面临 AI 时代的来临，我们校长要先好 AI 的思维，才有办法去运用 AI 来去治理我们学校，然后用这样的一个 AI 的思维来共创我们未来的一个学子，让我们的孩子具有未来的一个 AI 的先知。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兰也特别到场勉励参与的校长们，掌握沟通、效率、品质等要点，同时再结合新兴的科技，让学生掌握关键的知能，成为未来顶尖人才。记者高新峰、林景瑜新庄采访报道。